一会儿，哎妈，我准备了一个东西。走了，给了那个呜，乐乐，呜，我要啊。称呼妈也没拿大红包啊！今天深圳走向的大红包，哇，还刺绣呢！真的，真的这么沉甸甸的大红包啊！哦，沉甸甸的大红包，哦，谢谢！哎呀，我们全家今天啊，小飞本也来了，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要午宴喽。啊，都刺激人了，自己吃吧。哇，真这么大个儿啊！包包里有满满的爱，是对妈妈的爱。啊，我这这就说改口费哈。对，咱们都是应该给闺女。哎，是呢，这我家伙的，你收着了，我收着了。哎呀，多好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中午啊，真跟小梅聊了半天，哎，我还真问了一下啊，对，你咋那么高兴？什么意思呀？你这么高兴是啥意思呀？啊？没了？啊，这可能是什么？这叫